好，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壁咚测心跳的环节。那壁咚呢，其实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告白的方式。对，我们台上因为有两位女主持嘛，有我们娜娜跟欣欣。三位啊，还有海涛。<笑>我们请我们的四位当红不让的小生呢，来选择考验其中一位女生的这个控制力，就是她的这个接受能力。我们分好组了。 你们分好组了，分好了。你跟吴昕分好了，分好了。我跟娜姐一共就是四项，算吧算吧，分了一下。你们分的，分的。我还说由男生来邀请你们呢。那不用。<笑>都已经有挑好的对象。第一个你来选，你选谁？<笑>好了，我让男生。选个小的。<笑> 太吓人了，你太吓人了！直接，你知道你刚刚是选个小的。来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赢谁壁咚。哦，我这个人不喜欢主动。<笑>还没怎么着，你就已经到墙壁。<笑><笑>还没开始呢。我可以在上面放个苹果吗？<笑>看过海报。你在什么？哦，不是这样的。 赶紧跟杨洋解释一下，这样他很尴尬。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开心呢。看到晚辈的帅，很欣慰，就是感觉到他是我的晚辈，我看见他的帅，觉得很欣慰。就是唤起了你的一些母性，是吗？宝宝，长大像杨洋哥哥这样棒。难道像杨洋哥哥这样帅啊？好，所以杨洋是脱掉外套，然后这种深情的走。他是真的帅。好，谢谢杨洋，谢谢。 因为有一段那个渊源，什么渊源？我听听看。就是因为他最开始出道的时候，在大本营我们就演过那个，就是有点像现在一日情侣那个感觉。好漂亮啊！看着我。 那个，哇，已经开始了，哇，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来了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？当然可以。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。 绝不会搁浅。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。星星。啊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快乐大本营被你承包了。 请问他们四个怎么办？他们四个快乐的在我们的鱼塘钓鱼。哇！鱼塘也是我的了。你跟赵丽颖可以分一下。刚好，我爸最近准备开个烤鱼馆。<笑>那我们就在鱼塘快乐的度过我们的后半生，好吗？嗯。 谢谢张翰，好，谢谢欣欣，你跟吴昕不是分好了吗？下一个是谁呀？伟霆嘛。伟霆啊，准备好了。啊，来。可以吗？娜姐，你可以矜持一点嘛，娜姐，矜持一点。帮帮忙，心态挂一点好。 我输了，你输了。输了是什么？不
是输了，是女生定的，因为他是好朋友。好，最后到我们那个凡凡了啊，来吴亦凡。吴亦凡是跟吴昕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来，欣欣来来。我看到了，是节目组分的。你不是刚才私底下要求上这个环节吗？吴亦凡。是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为什么？我不能失去你。我。生了，会做饭，我还比较会照顾人，我可以养活自己，也许我也可以养你。可是我现在留下来，我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问你。不要问了，我刚刚已经有一份鱼塘了，怎么办？我给你买两个。我好想问一下，你们都上哪批发的鱼塘啊？这一个两个的。你知道他走过来，我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我就想，哇，我以后儿子要是长这样该多好。那个五官真的长得好，汉哥也好，不是说你不好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汉哥他给鱼塘了。我们的杨洋和伟霆也是真的很好，对，他们四个都好，真的，我以后就生四个，就是这样。刚才一个场面，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：什么鬼？男子就擅长给别人惊喜。今天吴亦凡来节目呢，他也准备了一个惊喜要送给他。我今天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，一切都从这副扑克牌开始。哇，这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，每一张都有，每一张都不一样。哎。很多人认为的扑克牌其实就是一些印着图案和花纹的卡片，但是呢，如果在上面加上一点点的设计的话，它就会成为一件艺术品。哦，来，艺术家拿着。啊，谢谢，我是一个艺术家。对，哎，等一下，先用手指点住一张牌，任何一张牌点住。那就触碰一下这张、好，翻过来看一下。黑桃八，请你在上面呢签上名，你一签名下面就会尖叫。哎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签啊。好神奇啊，好神奇，这就是魔术了，太魔术，魔术变到这就完成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拿个签名而已。这张牌上呢，正面有签名还不够特别，我们要让它更加特别。这里呢有个底片夹，我们把 Kris 呢夹在这个底片夹里面，这样你可以看到背面是牌背，正面呢是你的签名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观众，把你们脑海当中吴亦凡最帅的那个瞬间投射在这张牌的牌背上，睁大眼睛，变幻就在一瞬间。一张吴亦凡的照片，这是你吗？是吗？这是我比较帅的时候。哇！如果我今天来只是为你变出一张照片的话，我觉得还不够有诚意。不瞒各位说呢，在我成为魔术师以前，我是一个画家。我也是。对，特别擅长画油画。今天我想为你画一幅肖像画。好，来，用你的左手拿着，右手拿着牌吧，这样比较好。然后放在自己丹田的位置，这个样子。好，看着我，哎，看着我啊，抬起来一点点。哇，你的皮肤好啊，对，好，360度无死角，哎，抬一点啊，完美。好，请大家现在把我手里的这副牌呢，想象成是一支画笔，然后我旁边的这个画板呢，就是我要画画的地方，仔细看。哇。最难画的就是脸。
连你的签名都在上面，还有你曾经 K 过的 WiFi 美也在这里。哇！哎，这幅图应该叫做《凡娜丽莎》吧？哇！还没有完，每一幅艺术作品的背后都有它的秘密。这张牌不是乱排列的，如果 Ace 代表一的话，1990 1106。哇！是你的生日吗？是。哇！送给你，太棒了，谢谢，掌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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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